my time with his labels. I done give you up my heart and you play with it. I hit a little double when you're down on both knees. Gotta get a grip cause I ain't your main sweet. All this money that you talking, I already spent that. Every dollar that I gave you, I need every cent back.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丑丑。那么本期视频依然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妆，这次想尝试一下，Y2K 辣妹的感觉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开始。先来用一个妆前乳，这个目前还没有上脸试过，希望今天它不会翻车。哇，它好香啊！底妆就还是它，已经快被我用空了，每次都要白的跟糊墙的一样才可以。稍微遮一下这个黑眼圈的部分。啊，为什么我的黑眼圈要这么的重啊？再来定个妆。前段时间看评论区和弹幕区，发现有粉丝非常喜欢看我出小正太。我不知道你们出 cos 会不会这样，反正就觉得很奇怪呀，就这个脸型这个身高，就觉得跟正太啊绝配，出其他的角色贼尴尬。但是我发现做视频以来，我出正太一类的角色反而没有什么人看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不看我出正太，但是既然有人说喜欢，那我这个月就安排一下。然后再来画一个眉毛，因为今天是一个黄头发的妹妹，所以就想把这个眉色给她弄浅一点，但是我的染眉膏用完了，就新的还没有到货，就挺尴尬的啊。不过还好我有刘海。先来画一个美瞳子，眼影的部分先用到这个眼影盘，用这一块骚粉色，先给它晕出一个这样的三角形，让眼睛看上去更往上扬一些，然后再稍微往前晕染一些，然后再把颜色铺在这个眼头的部分来，再用到二号盘里的这一颗芒果黄，加在眼睛中央。然后我觉得它不够亮，所以要叠加一下一号盘里的亮黄色。再用一把蓬松的刷子把这个边缘给它们稍微晕染一下，再蘸取这两个深棕色让它们混合一下，用它们来勾勒一下我的下眼眶，眼头的部分也要稍微带到，就我直接根据我自己本身的卧蚕来画，稍微把这个括弧给它扩大一点，会显得眼睛更下至一些。之后还是用到这块骚粉色，叠加在这个眼头和眼尾的部分和原来的这块骚粉色，给它做一个衔接，卧蚕正中央大面积的铺上这个黄色，和上眼影进行呼应。再用到这一块紫色，沿着我们之后要画眼线的这个走势稍微加深一下。贴上双眼皮贴之后，我们来搞一个布灵布灵的亮片，之后再用到一支黄色的眼线胶笔，稍微填充一下眼睛正下方的这个内眼线，填这一小块就够了。眼线液笔就用到小奥汀十色眼线液笔，我这一支是黑色的，这个眼线液笔还是非常流畅好画的。基础眼线只要画到眼尾的地方就可以停下了，画一个尖尖的眼头，把这边稍微填充一下。今天的眼线要稍微特殊一点，这样看眼线还不够明显，所以我会在中间叠加一些白色。然后来稍微画一下下睫毛，
假睫毛用到的是这一个款式，这次假睫毛是我在1688上淘的，一副大概只要2-3块钱吧，超级便宜，是不是还挺好看？卧蚕上也搞一些液体眼影，让它看起来亮晶晶。眼头的高光用到这一块，之后再来进行修容，不然画了这两个贼浓的眼妆就显得很奇怪。我发现只要不出 cos， 我就不知道应该在视频里和你们聊一些什么。红用一块非常粉嫩的颜色做一个打底，先是横向扫，然后稍微斜着和这个修容给它融合一下。最后为了呼应眼妆，我会用到这一块眼影，稍微蘸一丢丢，然后点点点点在这里做一个加重，稍微带过一下这个鼻头。今天用到的唇釉是这两支校色的 Y2K 系列，是我自己买的，结果我买了之后第二天就收到他们家 PR 包裹，不过还好给我送的是另外一个系列。先用这一支，然后色号是 V09， 特别亮的这个火龙果色，给你们看是不是超级亮。好亮啊，太亮了。然后再用到 V10 的这个颜色，这是一个比较深一点的浆果梅子色，叠加在这个唇部中央啊。最后就是高光的部分，用到的还是这一款。那么妆容的部分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我去换个造型。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合适的毛毛外套，但是我找了一件这样的带毛的衣服，怎么办呢？给它翻过来，翻过来，它就是一件新衣服。我怎么这么聪明？我怎么这么机智呀？